是这个融会，让所有的朋友们透过不一样领域的歌手们，他们的一起的合作，带给大家薛尼诗 VSOP 最完美的感情。创作精灵拉拉徐佳莹会在今天的 party 当中带给大家什么不一样的合作呢？来，麻烦两位左手边，谢谢。好，麻烦正中间帮我们看一下哦。好，麻烦右手边下方。从2009年开始，薛尼诗《薛音之月》（Hennessy Artistry）， 我们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的音乐人，都能够在每一次不一样的 party 当中带给大家。来，左手边再帮我们看一下，在音乐当中不一样的交流，在2016的 Hennessy Artistry 也一样带给大家许多音乐上的惊喜。我们请工作人员将麦克风交给 Martha， 以及交给徐佳莹啦。